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像这样的一个三五好友聚在一起，所以各位放松心情啊，这是一场音乐会，这不是一场，不是一场考试哈。那放松心情，那我们想我们就时间不等人哈，人也不等时间。我想先请三位的小朋友们要吹两首曲子，一个叫做《法国三天》，现在把它改成法国，法国三天灯和喜爱的事情。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他们三位。